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实操去角。这是新西兰的运动员，他是变性人，他呢，原来是男的运动员，参加过73公斤的比赛，大概是73公斤的比赛，然后他把自己给咔嚓了。那今年他将代表新西兰参加夏季奥运会，在东京的，当然。东京奥运会能不能举行是另外一回事。那新西兰总理呢，对他进行了表彰，新西兰总理对他力挺子弟兵，说遵守规则。纽西兰的说法是，台湾人管新西兰叫纽西兰，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男的变成女的，男的变成女的。再跟大家看另外一个，这都是刚刚发生的。那这个德克萨斯州的女老师，强奸了两个学生，两个男孩儿，这是个女的，是个女的，这是今天暴露出来的消息。那我为什么跟他这么讲呢？我跟大家解释过，这是《纽约邮报》报的，我跟大家解释过，大概在过去的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。在我们看到的与学生相关、老师跟学生相关，都是女的强奸男学生，诱骗男学生，强奸男学生，而这女士呢，都是30-40岁，甚至到50岁，其中有一个是，那女太胖了，后来那个孩子是死了是怎么样？反正那个男的死了。就出了这种事情。大家你不用介意，有朋友说涛哥你又来这个，我跟咱们是有原因的啊。这是内蒙古的官员，他打了一针美容的，花65万。打了一针美容针，花65万。内蒙古全前女市长官员很奢靡的细节。这是我们跟大家曾经说过的，女贪官的屁股花了50万整容。2017年这件事情，我们当时给我的体会是蛮深刻的，因为呢，在当时的来讲，在这个 Twitter 上，我忘了那时候 Twitter 是不是还 OK， 在当时在微信、微博上，人们大范的讨论是她修屁股干嘛使？那修屁股。修屁股他还能干嘛使？又不是给拉屎使，对，说我拉屎拉痛快，把屁股花50万修容，不可能，对不对？他不会干别的事，他只有一样东西能使。哎，这是今天的社会，这是从修屁股50万，到打一针美容，花65万，有通货膨胀啊。到了美国社会当中，女老师强奸男孩子。然后你再到新西兰，男的变成女的，参加举重。然后在美国的社会当中呢，包括德克萨斯州，在颁布法律来禁止孩子、男孩把自己变成女孩。女孩变男孩的呢不多，男孩变女孩的多。那美国的卫生部长呢是男的变女的，男的变女的，男的变。什么？有人说你到底想说啥？今天的社会是一个本末倒置的社会，今天的社会是一个阴阳颠倒的社会。那很奇怪，很奇怪，都是拜登的身边全是女人，习近平不喜欢任何男人，不相信任何男人，拜登身边的女人全是40-50岁的。我跟大家都解释过，那而。索罗斯在密西根州是最典型，在密西根，在其他几个州去影响美国大选，去花钱去买那些官，把那些官给顶上去，是女的，是女的。
那今天的美国的副总统是女的，对吧？是黑不黑白不白，棕不棕的那么个女人。那她的笑呢，是让只要她一笑，很多男人就会身上发紧也好，发松弛也好，反正各自都有身体反应。这是一个完全颠倒阴邪的社会，我想讲的是这意思。我们看到这都是就这么横向拉开的本末倒置的社会，这是一个人妖颠倒的社会。这是大审判之前所必须的表现。大审判，米开朗基罗大审判讲述就是人妖精鬼怪兽地狱炼狱是一个层面。我那天讲女娲了，女娲造的人，对不对？这是中国的传统的神话故事，女娲造的人。然后女娲有另外一个本事，就是有个招妖幡，天下所有的妖精归女娲管。但是纣王还有28年的这个寿命，他女娲却不知道。女娲不知道纣王有28年，所以女娲有能力造人，却不知道人间社会的变更，但女娲却有权利把人间社会注入妖精。而女娲这个权利可以把人间社会注入妖精，但只不过是教训人和辅助更高的天地的更高的神明对商朝的安排。女娲可以把妖精注入到人的身体里，但是这个妖精注入到人的身体并不是加快纣王的灭亡，而只不过展现出人类社会的生命生活的丰富多彩和对人的教训。有人说，那你跟这有什么关系？现在这些东西跟妖精没两样，现在这东西跟妖精没有两样，所有的妖精在人的环境中都是人样，没有妖精的模样。所以这是我想跟大家解释，这是一个本末倒置颠三倒四的概念。这个内蒙古的前女市长花65万打一针，你说他是多大年龄？你说他是多大年龄？所以65万打针，为了这张脸，50万修了个屁股，你说为什么？那他脸为什么？所以这是我想说，今天的人的生命，就是今天人们的兴趣，人们生命可以延续，这个生活的有滋有味，就在这上头，没有别的了。那本末倒置就在这上头，干嘛使人们贪图肉欲一切来扼杀人的灵魂所在？它又是在现在宗教的背景之下出现，对不对？现在宗教的背景之下出现，那现在宗教背景之下就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你开玩笑，如果朋友们你不认为这是可能的话，你不认为这是对的话，你今天有个12岁的儿子，你今天在美国读书了，对不对？那他是个女老师，那这个女老师可能会把你儿子给点吧了，给点吧了，字儿不会写啊，没文化，字儿不会写。但这个女老师把你儿子如果点吧了，你怎么办？当妈的，这是真实的生活。所以女老师在今天的美国，女老师可以点拨16岁的男孩，一次点拨了俩，他伤了俩。那在学校，今天的民主党颂扬10几岁的、12岁的甚至9岁的男孩女孩，你可以自己做主给自己动手术。 OK， 李莲英那时候不容易，那时候到宫里头给他动手术的时候，我看过那介绍，会死人的。男人如果被那么做的话，如果受了风的话，人就死了，破伤风就死了。所以他们受挺受罪的，
那个屋里头就跟女人坐月子似的，给他弄了之后得密封的，不能见外风的，不能见外风的，哦。但是呢，学校可以这么干，在纽约的私人学校，那老师去教男，用拍摄广卡通片去教男孩女孩，你如何，如果身体有反应的话，你如何去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。家长们不敢告，因为那个学校太有名了，花钱进不去，$55,000一年。这是今天人拯救不了自己，我讲的是这人拯救不了，人们在这种欲望的环境中，人们在一个妓院里，你想保持自己的贞操吗？那你一个小伙子进了妓院，这条街全是妓院，你说就像小伙子去逛阿姆斯特丹，阿姆斯特丹马路边上全是妓院，没事儿，跟我没关系，跟我真的没关系呀，是没关系吗？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完全崩溃的人类社会的价值，这是我想说的。那想说，在这种宗教的背景之下，人们堕落到这份上，这是弥撒亚跟弥勒才能够是人的未来。在人的氛围中没有未来，只有色欲，只有贪婪，只有纵欲啊，只有色欲。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同一个时间的新闻，感谢朋友们的支持。